船长，你怎么了？罗刚为什么会意外发现士官长的秘密？你该不会有惧高症吧？两人之间将会有什么最新进展？来，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。于班长和罗刚的竞争会怎样越演越烈呢？想不到你参军还挺帅的。谢保姆，周五晚上10:15，请看全国收视最高的《名士新兵日记》。